上一讲我们在广州学习了单字和横幅的写法，请大家打开教材，我们在二十讲里边要学习广州竖幅的写法。现在我边写边讲。这里我是侧方和中方要同时使用。它这个这里边你们轻重缓急啊，这是它的速度快和慢。像这里这个飞来，现在这个飞出来有两个背抛钩，这两个背抛钩我们在写的时候不要让它没有。现在这个我造成那就发出变化，因此底会粗了，这个底也高。现在我写第二个字红，这是红，看我的山水它们怎么连贯。这两个字呢，我们写完了的时候，那首先写的时候就意在里先，就是考虑到这两个字，但是一个字它是不白，它分不开。这个里边出现的黑白分笔，我们要给它分布开，不让它都是都摆在一起。有的地方你重了，你就把笔我就提起来了，让它闪上点黑白。有的地方呢，它这个轻了，你我们就要给它加重。这个就是从它两次的神韵，然后跟交融在一起，就是它感情了，不要这么离合。尽管是两个字，但是我们要在感情当中都要把它牵连起来。现在我又写四个字，甚至和声，因为这个字比那个小了，我又换响度。现在这里边就是笔法跳动粗细就非常明显，有的这样这么轻，有的像这种笔多，我就搞这样细。而最后这个长相比，它我又把它整个的给它平衡起来，往下的重，到时候是折笔不好断。现在看这个地方，我出的这个黑白啊，它比这个干，和它周围这个浓笔比较，一看起来就显得特别活泼。这个是墨色呢已经产生变化。现在你看我这个行，不是死死的过来一笔，上边露头有三竖，我对我的系列感。这个底下这个小行和上边两行不要搞雷同。这四个字呢，现在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字了，两个字就是我们把在板上把它连接起来，不要互相之间连不上。现在我合的是第二行和这个行要区别的，现在造型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两行合在一起的字，高度啊都是一样，上下都要，你看这口字就像它把它跨起来一样。现在这个我底下写生字，它笔画多，这时候呢就要生细了。然后最后用几个主要的笔画把它提起来，还是。不显得很细，这个要求还是说这帮人配合上就不用。这里加重
现在这盘戏呢，就稍微重一点。最后这个点，要把这个整个这个字要表扬起来啊，要加重。他就在这起到这四个字，他这一笔也能把它呢，平衡出来。现在我们看，那这个左边啊，比较明显的，比较明显的，你看这个行。啊，这个行我就是，落笔的时候就切入，啊，外边的比较，有点尖形。这个呢，我就搞一个，圆形，啊，有它这个有点下滑的变动这个行。这个行，因为现在就相当于下边，因为这个行是比较主要的，它就重，啊。但你现在我们看这个四个，下边是从头的。这三个数，那造成我们有意思就把它注意了。另外右边落头这一行啊，也要把它变好了。所以这个这一个字里尽量不要具有重复的造型。下边呢，这个就是稍微有点问题，就是太圆了，太有圆了，就是我们将来写字的时候注意的这个地方有雷同啊。这今后我们心里知道在写的时候。就就好办了。你先立在笔尖，去于心后。有时候立在笔尖，你写出来之后，最后太容易出毛病，就是有时候运笔产生笔误。啊，这现在这四字看起来就是我们从头通到底，让他们和谐统一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就算把它写成了啊。这一讲我们讲了仿修的速写方法。回去以后，我们要反复对着光盘和教材进行练习，自己多创的一些作品。下一讲我们要讲落款和录印的方法。